这边哈、哦，代表台湾族地主之队哈、哦，我们也要欢迎你们，希望你们今天在这个音乐季玩得很开心。他们其实很辛苦哦，下午就来了，然后刚刚一直在等彩排，可是因为天气不太好的关系，一定要等到全部都搭好才可以彩排，也是很辛苦哦。好，等一下你们可以听他们的歌哦，他们的歌里面也是充满阿美族的元素哦，有那个海浪的感觉。我们今天真的很像在东海岸一样。这样子等级的乐团，其实真的就是在东海岸音乐季，或者是你去走台十一线的时候才会听得到的歌声。那今天我们在早来喜的部落音乐季可以请到这样子的乐团，非常非常的难得。那在现场，请你留到最后一步，因为相信他们的每一首歌都会带给你更多更多的感动。你不需要带着那种就是好像觉得是听教会歌曲啊，或者是有信仰上面的负担，不需要。他们的音乐是超越宗教，超越信仰，更多的是带给你他们对音乐的热忱，好，相信他们。你看这个前奏有没有？哇，是不是想听了？有没有？耶、yeah. ！马上的脚步就这样。哦，怎么是什么拍子进入？切！好，又开始发声的部分喽，哈、哦！来，来，你们也切切两声我听，来，好，好，你最棒。那个，等下颁 VIP 给他。心脏会掉出来，等一下会唱的，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压轴嘛，所以我们释放一下压力，回去比较好睡，就不会闹来闹去了哈。好，老师帮我放一下。双手借我，吐！哎，哎，哎，来喽！哎，哎，哎 ，one two one， 怎样才会行？哇！飞太远，你做会员，我们飞太远，冲穿云端，天空没有极限，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铁了心不掉的回去。
表演就到这里，谢谢。介绍一下，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帮我把我的词全部讲完了哦。那如果没有认真听的，回去就看影片就好了，就不用再多讲了。我们把时间放在唱歌好不好？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呢，都是我们的自创曲。那我会跟大家说我们的创作的故事跟我们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一首歌叫做I Will To Go。是写一个我们团员自己的经历，那也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你们，送给你们大家 I will to go。Yeah.
绍一下我的团员，我们从被我打到的开始好不好？我的鼓手，你要麦克风吗？我拿给他。大家好，我是鼓手，叫瑞哲。大家好，我叫念伟。他是我们的怪老。刚刚抓的。大家好，我是阿美族，这是我们的情人带。情人被情人，对不对？然后我叫拉菲。对，好，下一首歌呢？也是要带给大家比较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叫《勇敢后》。那其实，出发点是在信仰上面。那我们当我们在鼓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要用什么对的方式，或是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可以帮助到这个人的方式来跟他说话，或是来鼓励他。但是我相信，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替别人祷告。那我们把这首歌写成比较属于有力量跟有故事性，那这首歌叫做勇敢后。那希望大家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或是现在是你自己，我希望可以鼓励你，然后勇敢的站出来。然后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发生什么事，那希望一切都可以很顺利的这样子。那勇敢后送给大家。
Yeah!
的双手，只想与你呼求。树下就是因为我们家前面有种一棵芒果树，那个树是我奶奶从小就是树籽，然后种到现在是一棵很漂亮的芒果树。在看着这棵树就有我跟她的回忆，那我真的很爱她。那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不管是亲人还是你的男女朋友，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然后这首歌我想要送给我奶奶，奶奶送给你了，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歌姐妹。
声音一直在脑海里，那一天早晨的声音，突然把我叫醒。I'm so fit， 记得这句话。带着你我会好一点，吹开风靠着海边，早知道我珍惜每一天。想念你只剩下翻着旧照片，眼泪还是流满面，坐在客厅门外传来你熟悉的笑脸，漫过树下的回忆，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亲爱的你，为何离去？要知道，我很想你。大蜡烛啊，独说着你熟悉的话语，离开已成为那真实的时光。带着你我会好一点，吹海风靠着海边，早知道我珍惜每一天。想念你只剩下翻着旧照片，还是流满面，坐在客厅门外传来你熟悉的笑脸，漫过树下的回忆，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亲爱的你，为何离去？要知道，我不想。信仰的坚持。那刚刚最后一首歌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在亲情当中对于所爱的人这样子的怀念。那今天晚上的音乐季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那大家也都听到了，不论是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梦想，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坚持跟想念，每一首歌希望你们都能够因为今天晚上的音乐会记在心里面，也能够回去好好的享受。
希望明年我们能够再一次在 Zalashi 部落音乐季见到你们，我们再一次掌声给我们所有演出的乐团。那接下来有这么好的音乐季，我们要感谢我们幕后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执行长陈慧娟科长。执行长还穿着拖鞋哦，他今天很辛苦。上帝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现在好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到现在啊。在这里好，我就 cue 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等一下我也请工作人员可以上台哈，让我们最后可以再来一个合照。好，首先先感谢我们这次活动的执行长哈，真的就是陈启聪，我们谢谢他。虽然我是总筹，但是总筹就是出一张嘴，然后真正在座的人就是启聪，他是真正从大卫乐团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都是乐手的，也是现在大卫乐团的团长。好，再来我邀请我们的场地组，场地组我们有这么好的场地，感谢我们的德兴哥，嗨德兴，你在哪里？你还在吗？好，再来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你们现在在场看到所有的乐器跟音响，我们都不是请外面的团体是由我们自己大卫乐团，我们单领教会，我们自己的音响，自己的设备，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设备组陈志豪，陈志豪挥手，还有我们的红天师，我们的音客，感谢你，还有嘉伟，嘉伟，我们的学徒。好，再来就是还有今天我们的，好，直接讲我们的直播组今天直播组很辛苦的陈慧美，我们谢谢他。还有你们现在看到现场的布置非常的强大，对不对？有人问我们说，我们到底是花了多少钱请人家来？没，我们没有花什么钱，一毛钱都没有花，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人。潘德正，你现场看到所有强大的布置都是由我们的德中主任，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招待组，他们今天负责了非常重要的任务，来，也是我们布拉布站的理事长吕仁芳，理事长招待组那里，还有那个陈美玉，美玉姐，谢谢我们的招待组今天为我们预备。还有没有介绍到的吗？